预约双十节十三号有蔡国乐美食品尝 DIY 体验精彩表演。预约乡长黄正杰表示，盖关是台湾的农业大关，而预约乡更是盖关重要的农业和文化重点。预约的养殖业玉米、双十节在台湾农业领域拢占有一席之地，透过预约双十节活动的举办。希望能让台湾看见异地，让更多人来了解异地，进而加入来异地。那义竹桑葚节呢？今天4月13号展开。那桑葚呢？其实只有30天的产期哦。那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让它呢能够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就必须做加工。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会场很多这个厂商呢，他们把桑葚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包括了桑葚馒头、有桑葚饼干、还有桑葚果酱、桑葚醋、桑葚汁。所以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最好的桑葚哦。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参加义竹乡公所黄正杰乡长所举办的桑葚节活动哦。那大家都知道，义竹是栽种桑葚，在全国也是非常主要的产区。那今天来到现场呢，真的看到非常多的桑葚做成的产品哦，包括有桑葚的醋、桑葚的果汁哦，那等等这一些呢，都可以让大家作为伴手礼。带回去之后呢，不会因为保存的问题哦，这个要赶快吃完，就是可以放在冰箱慢慢喝。那大家都知道呢，桑葚就是含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所以呢，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而且对女性朋友美容养颜也非常的棒，所以欢迎大家来多多采购桑葚的产品。嘉义宜德乡大概种有10万株的桑葚树。每年产出600栋左右的桑葚，因为成果不易保存，近年来政府辅导农民加工制成果汁、果酱、果干的产品，提升农业产值。桑葚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农产，含富丰富的花青素加18种氨基酸，能帮助身体抗氧化、抗老防癌，所以甲现代当红的蓝莓，这会被称为最能帮助养心的超级水果。谢谢新闻蔡明东，李德香采访报道。